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。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哎，子言，地上脏。再过两个时辰，又是新年了。依照惯例，大家有什么愿望都可以说出来了。颜淡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的心愿是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实现。还有，我希望我写的折子戏，大家能够喜欢。颜淡，你这就不坦诚了。我没有啊，这就是我真正想要的。子言，你呢？你有什么愿望？我想快快长大。子言，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啊。习最困难的法术来练习。那你呢？我？嗯。我希望山境太平。子林，你这个才是真正的不坦诚吧？你真正的心愿是向林朗告白吧？当着大家的面传音不好吧？男人要有魄力，说个时间。上元节，最晚上元节，我一定说出口。云梦，你呢？你有什么愿望？我的愿望，我的愿望呢，是希望大家都如今天这般开心。好美啊。